这个就是我之前说要送你的。对，然后好脏啊，好丑啊。对，谢谢。然后预祝你们下半场惩罚顺利。清水广媒请上台，东大哈大船请准备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清水高中广播媒体社，那我们请我们学弟妹来介绍公关。因为你们陈发明有早安，就送你们早安美之城。然后我要叫赖怡珍灌完这罐水，现在马上灌。然后你们上半场的惩罚很精彩，然后那个搞笑片很好，然后那个音乐剧就是很有创意，很酷，然后祝你们下半场惩罚也可以很顺利。东大哈大船请上台，然后东山 Impact 大船请准备。大家好，我们是。然后你们上半场的那个表演都很好看，然后影片也很好看，我希望你们半场可以加油。然后我还送成那个公关礼，不是早餐哦，应该算了。好，然后因为你们陈方明很长，我只记得 goodbye 跟早安，然后我就送了，因为古巴古巴念起来像古巴，所以我就送了古巴三明治。好，好，然后那就这样，谢谢。好。东山 Impact 大船请上台，朝泰大船请准备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东山 Impact 大船社。好，就是你们的惩罚名叫做嗨晚安早安，所以呢晚安。说晚安之前要干嘛？要刷牙。说早安之后要干嘛？要刷牙。所以送你们牙刷还有牙膏。对，然后你们上半场的惩罚棒，然后祝你们下半场的惩罚也棒。好，乔太大船请上台，厚重大船请准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乔太高中大众传播社。然后因为你们的惩罚名是晚安早安嘛，那我们就帮你们准备了一份早餐跟一份宵夜。我们上半场很棒，那祝你们下半场顺利。厚重无限大船请上台，然后。西苑5年5班的加油团，请准备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厚重无限大众传播社。因为你们陈发明是嗨晚安早安，早安的英文是 good morning 变 good morning 然后我们送你牛奶燕麦。然后我们要宣传我们的惩罚，明天台中人屯吃墨好食 B1 玉石不厚，一定要来啊！谢谢。然后西苑505亲友团请上台，然后 Wave 45届的老人请准备。水是帮你们水分，对，还有
再来就是帮你们补充一下矿物质。然后就是怕你们肚子饿，就是配就是早餐不是有时候会吃稀饭嘛，就是可以配着稀饭一起。啊，这是中式的啊，西式就是玉米片。然后最后一袋是就是你们庆功的时候应该可以用到，就是啤酒，对。我们先给你们测试一下嗨不嗨啦，对，这样谢谢。然后对，就是你们表现都很棒，然后希望你们今天活动顺利。最后，我们欢迎西苑四五届的老人们上台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西苑。没有多好。我们三个是第五届的，然后我们的公关礼就是，你们是嗨早安晚安，对，所以就是有早上跟晚上嘛，那早上跟晚上就是 day and night 嘛 ，day and night 就是 day and night 超乎牙膏，实用又美观，谢谢。我想过去一下。我们是第四届的，然后就你们真的表现很棒，辛苦你们，就是这一年对大船的付出这样。然后我们要介绍一下公关礼。来来来，那个牌子拿出来，那个什么巴拉拉早餐店哦。我们向巴拉拉早餐店致敬，送了两颗巴拉。然后就是希望你们待会下半场顺利，辛苦你们了，谢谢。公关时间结束了。哦，接下来要进行下半场节目哦。